的天哪！这个是这个，图文相符哎、欸，好像好可怕哦！拿好，拿好。今天德瑞克又来到台中这一间非常强的烤牛洞煎甜点店，他们家不只有这个现打的这个汉堡排啊，非常的软嫩多汁以外，这个他现烤的这个牛肉洞啊，也一定是非常必吃的一个选项，尤其是这个炸牛超好吃的。另外他们家推出了全新的甜点超级大布丁，我们来咯。这右边的是一般 size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吃布丁啊！吃布丁不是本来就是拿这种汤匙吃吗？我很害怕它滑下来。妈咪，你看它的剖面图，它剖面图跟原来的还是一模一样，很扎实的呀。没有削，它中间不是空洞的哦。嗯，退休老师。好啦，今天的话又要拍平民系列，从台北开来台中吃东西。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个那种广山收购，我们之前有来吃过，有一间很好吃的那个火烤牛。这一间的话，我觉得算是台中数一数二的一个火烤牛冻饭甜点店。嗯、为什么要加甜点店？因为他们家的甜点有一点叫做不务正业的喧宾夺主，真的蛮好吃。上次是吃芒果。哦，那它的牛冻虽然是好吃啦，那但是我们不想介绍它的牛冻，我们想要介绍是它的甜点。对，那这一次我们来去吃吃看。啊，还没开，已经有人在排队了，等他开得进去哦。那个药品啊，我们现在要来等，现在好多人在外面等。你觉得大家是来排它牛冻饭，还是来排它的甜点的？人也是大爆满啊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，他写。餐点若是不合您的口味，可退可换，好大的口气！好大，一直换，然后把它，而且我先点一个白饭，我要从白饭，你的饭换到大牛排，再换到甜点。我们刚已经有跟那个店家，请他介绍一下这次新的，你最爱的汉堡排，他们这次跟日本一样，他们是可以直接自己烤的汉堡排。对，然后这就是甜点，你看起来还不错嘞。虽然我个人在强调一次，我没有很喜欢甜点。但是我喜欢啊，我可以帮你吃。我喜欢。对，这个布丁有点大，就是真的，就是正常在亚洲人、美国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一定要再点冰，一定要点冰。上次我吃的哇，这个好吃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等他的东西先上。你是什么红萝卜啊？不好意思，可是你是什么红萝卜？有吗？有红萝卜吗？有红萝卜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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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间店的好大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小黄瓜。这么大。他刚才说有一个新的。小布食品是什么？大阪烧。哦，这个。对，而且我们前几天看、那個、大阪烧要加40号。我们前几天才看那个啊，我们才看那是广岛烧。那是广岛烧，那个木曜木曜那个广岛烧。等一下再来问一下老板，你、欸、那个布丁可不可以借我进去拍一次？好啊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很像那个东京有一个阿公的动作哟，对，布丁先生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比你的砂锅大拳头还要大的布丁呢、啊！那个是冰淇淋。这个是这个。图文相符哎、欸，这个是图文相符。你要拿来看。我这边。它上面那一坨是冰淇淋。这个好像很可怕。对，拿好拿好，有点重哦。啊，这边这个应该是汁吧？那个会不会是汁流出来？好啦，我们餐点到齐了，这个。等一下先攻甜点好了，怕它等一下融化掉。这右边这是一般 size， 然后这个的话很特别，它那个上面这个是，这不是蛋黄，它叫做木什么烧？沐浴烧。对，沐浴烧，它这个上面是芒果哎，然后底下是奶酪。哎，好滑好滑。哎，徐佳丽，好了。哦。
你要干嘛？我要吃布丁啊！吃布丁不是本来就是拿这种汤匙吃吗？我很害怕它滑下来。我帮你，顶着。哇，香草冰淇淋，好好吃哦！可是我们不是要吃布丁。你看它的剖面图，它剖面图跟原来的还是一模一样，很扎实的。没有消，它中间不是空洞的哦。哦，哇，它浓，它浓到是蛋味好重。对，我刚刚想到它鸡蛋香，鸡蛋的香味超级重。哎、欸，那你不吃甜点吗？我帮你试试看，有、欸，这很赞哎。哎、欸，你要加它那个焦糖脆皮，它口感咔吱咔吱的。底下的布丁对我来讲有点浓到爆掉，太重了。很绵密。你加了上面的香草冰淇淋以后，它会反而让那个甜味变得很温顺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吃。我们是等一下要把冰先吃掉，然后底下本体可以打包就先打包。对，因为这个我们本体应该吃不完。最近缺蛋了，然后做整个这个是那个芒果。它外面看起来怎么有点透明？这一个层是什么？哎，那都是种寒天料。我以前都这样。好浓的那个芒果汁。上次好像有点这个，它就是奶味很重的那个芒果冰糕。这个是标准安全牌。这个芒果是酸甜酸甜的，所以在综合那个奶酪，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腻。它有酸酸的口感。它是那种气泡饮，它中间这边还有一颗，你有看到吗？还有一颗那个芒果。好了，我先让它吃，要不然等一下这个融化掉。然后我们自己在那边爽。小心要冰的。你要冰的啊？对啊。很浓哦，你有吃到它底下那个本体，那蛋味超重的。你还会，它要是没有甜味，你还真的有以为好像在吃蒸蛋。你想，哎、欸，用倒了都我的哦。你看上面烤的是有点焦焦的，然后那个油脂是有点脆化的。里面还有一点红红的，但我喜欢这个熟度，这熟度比较好。肉很好吃，肉很好吃哦。它肉真的很好，它的入口是那种很浓的那个酱烧，那个炭烧的那个酱味道，油脂跟那个瘦肉的比例刚好，咬下去那个油脂会爆汁，那个肉量是加倍的哦。如果你们来点的话，像我们吃一样的。你那肉量要自己跟他讲说要加倍，不要这个白饭，好吃 QQ 的。哎、欸，他这个酱很好吃哎、欸，那个牛肉加五花，很好吃。这个是种苹果咖喱，苹果咖喱我觉得很好，咖喱好香。咖喱酱也好吃，咖喱菜饭跟味噌汤是免费加。对，而且它这个是威士忌纯的。等下冷泡茶蛮好喝的，威士忌啊，我这个现在已经两年了。有这个好处就是，这一碟的牛肉，直到后面冷掉的时候，再把它放上来烤。大阪烧，吃吃看。淀粉跟那个高丽菜比例刚刚好，蛮脆的，好吃。因为它上面是美乃滋，是酸酸的日本的那种不腻的美乃滋。这种大来来来。甜点第一名，那个冰沙布丁气泡饮，来自己先选好。来，我先想，冰沙布丁气泡饮还有奶酪。奶酪。对，冰沙布丁，一二三，一起指哦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先想。好，我想好了。一二三。哎、欸，都不一样哦。有。我跑票。我跟蔡明哲是布丁，因为布丁加那个什么那个冰淇淋真的很配。然后我喜欢那、這个。你喜欢的是奶酪，因为它酸甜的。对。两种口感。熟食这三个，一二三。哎、欸，你看我跟蔡依哲一样，男生女生那个，我们两个是喜欢吃这个牛小排冻，那是真的酱烧味，就是那个什么，他刚咬下去那个酱真的很好吃，那个酱烧那个炭烧味什么的。你喜欢这个？啊、你上次也是很喜欢这个、啊，我上次也很爱这个，没错。这个也是好吃的，因为很软嫩，对，很软嫩。不知道你们大家觉得这一间店好不好？我个人觉得它在台中，这间店很好。我们来台中已经吃第二次了吧，还是第三次了？现在真的不错，对，然后。
那个，如果你们也有在地也有觉得好吃的这种类似像这种牛肉东饭店的话，底下留言可以跟我们讲一下。那我们要继续吃了。那等一下我们不一定会把它包起来，然后主餐都吃光光了。好，今天这一天就是介绍给大家在地的味道，他们最近的美食的话，好，请跟我们讲一下。对，那好。